我的那些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勋啊，今天来做四五百订阅的 Q&A 啦。那今天的 Q&A 有蛮就这些啦。我换手机了，给你们看。我换手机，然后你现在可以用这个来看。现在你们手看了我手机的话是坏掉的。现在目前我是都放在 Discord 啦，你看现在只有这一些留言而已，幸好很少啦，很少留言。现在很少留言，我可以应该一集给做完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Q&A 吧。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，Do John 问的，哇，真不错，请问你有？在录昨天 Q&A 的全程吗？我这个观众是那个胡子单车环岛50万订阅单车环岛的，观众吧，卧虎。然后他说他我有他在下面还有留言其他的啦，就是有说他也有在一边，然后有录，但是没有录到全程。但是我跟这位。勋粉说一下 ，Do John， 就是我有录啦，但是没有录得很好。那时候录的时候就是用我现在用这只手机，但是现在这只手机坏掉了，现在换了现在就是录影的这台，然后也是有啦，但是拍也不太好，前面的删除就是留我拍好的部分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看在右上角的资讯卡。你可以点，右眼这边啊，这边吧，看哪一边啦、啊，是哪一边？看影片是哪边啦、啊？然后其实可以看，赶紧去看资讯卡这边、啊、那边，不知道哪里啊？只能这样乱点，乱挥啦，就是这边或这边吧，这其中一边，这右左上角右上角吧，有应该右上角啦的资讯卡有影片，你可以去看这一部，然后。有录两部啦，一部是上错上颠倒了，上颠倒过来了，应该再先上那个，一开始问胡子的那个，然后再来是我跟胡子跟梅博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已经大概都回复完了，然后其实留言的话，我应该也会用打字的在。留言区，然后回复你们 take， 也看到会不会 take 你们啦、啊，就是这样。也谢谢这位 Do John， 然后十个月前，差不多我频道已经开，差不多开这个频道的时候了。好，这个问题也不错，然后也谢谢 Do John， 然后这部影片也希望可以大家去看，应该在右上角资讯卡，你们可以去点看。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是，冰封 I Crazy 问，会想拍开箱影片吗？会，一定会的，应该会拍，之后应该会拍，我的电脑吧，之后就我电脑了，赞，不是我就烂，我就烂这样，好啦，会拍开箱啦，但是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有拍过了，但是现在那部影片。记不见了，已经做了五六年的频道，没了，就这样没了，人生啊，啊，还有人跟你邀约过吗？邀约吗？好像目前没有、欸，还是我去找别人邀约，但是你们不是最近我好像比较迷阿尼米鲁，就是。新人迷路的影片，然后也大部分都是找他啦，都是问他啦，然后小兵也有回我讯息啦，然后还有阿航啦、蠢蠢啦，蠢蠢好像是本人回复我的，然后还有谁？其实也就这一些啦，蛮少的，然后还有跟那个 Office CK 用 DC 聊，又加他们好友啦。也有加好友了，不错。邀约哦，算有啦，有一个叫做
海苔 Louis， 应该会在这边吧，会放一个那个在这边，在频道这边，海苔 Louis 在这边，海苔 Louis 在这边，嗯，好了，这个问题也问得不错，然后也写冰封 I Crazy 的问答，不问答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两个直接他直接问了两个问题。嗯，不错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GTA 5台湾警察大队，就是我们的副台主啦。那频道在这边，频道在这边，频道，赶快订阅，不订阅的话，那四个黑人会来找你哦、喔。这四个黑人会来找你哦、喔，赶快来，赶快订阅，感谢我跟那个我们的副台主 GTA 5警察台湾警察大队，还有陈老板。陈老板跟我的频道的话就，名字改成英文了。陈老板名字叫做 Chen Boss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我现在常用的这个频道是 Chen Boss YouTube Channel， 欢迎大家赶紧订阅哦。好，也谢谢那个我们的副台主的留言，还没。还没有那个回复啦，要修的。好啦，也谢谢他有在那边留言啦。好，他问你是，我是怎么认识他的？怎么认识他的、喔？就是好像之前有一部影片，就是有人盗用 Z 大的，就是 Lake 频道，又是频道啊，频道在这边，赶快听，把那红色按钮按下去。不然让它变灰色的，显示已订阅，然后旁边的铃那个打开，赶快打开，对，赶快打开，没错，赶快打开就对了，不打开四个黑人来找你，好啦，骗你了啦，四个黑人不会来找你，直接加你好友没有了，好啦，是怎么认识你的？就是有人到应该你还记得吧？就是有人到力大的影片，然后急速。乱跳，然后不一定的，所以然后就在留言他那什么他的留言区底下看到你，然后就突然聊起来啦，然后就慢慢变朋友了。嗯，也没想到就这样慢慢的变朋友了。好啦，也谢谢你啦，也谢谢你啊。其实好像才几年，就是差不多两年吧，是之前频道的时候就开始就认识你啦。好，谢谢你的留言。好，下一个问题是阿辉，你是怎么认识，又是怎么认识他的？这个阿辉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打 PUBG 的时候吧，打 PUBG 手机版吧的时候就认识你了。那也谢谢你的留言啦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下一个也又是阿辉啊，对有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有什么问题想问？就是直接一次，像是那个冰封一样，直接一次，就是在一个整个留言里面，就直接这样留，或者直接列一个表在你这个留言里面，我也会那个，或者我用挑的。好，那个假如有的用挑的话，我应该都会先放在 Discord 这边，我有用一个列表。就是这里，你们应该看不到了。然后我会再用截图的方式在这边吧，在这边截图，然后给你们看留言，频道留言，然后的地方陈柏勋 YouTube 频道点进去，里面会有我挑好的，就比较好的留言。因为好像这种留言的话，我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人，另外 YouTuber。然后是做特效 YouTuber， 然后来做的那个什么程式吧，然后他手机也可以用啦，只是不太好，但是那是在 for 电脑版比较适合。那就是我们的刘子元大大频道这边一样频道，又是那个频道，又是熟悉的频道，熟悉的频道最我也没有啦。好啦，就是也就是这样啦，然后。